拢甲共烧，拢有坎坷路。只要肯做，不惊艰苦，就是英雄。斗阵打拼，为着理想，就算失败也不惊。做伙行，做伙冲，斗阵就有力量。每一个成功的笑容，拢是有你来照顾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阮会予你我靠。每一条坎坷的路上，咱就作伴，互相扶持向前冲。做伙行，做伙冲，斗阵就有力量。每一个成功的笑容，拢是有你来照顾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阮会予你我靠。每一条坎坷的路上，咱就作伴，互相扶持向前冲。汉森，你哪样不爱找我啊？汉森，张汉森，你听我解释啦，别你搞对调调啦。是的啦，需要二组去修桥过啊，害你妈差一点仔想袂开，请你原谅我啦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你起来啦。其实我嘛有唔对啊，当初讲要破坏因的感情，嘛是我厝的主意，那拢会当怪你一个人啦。所以你去原谅我，无爱搞过去啊。总算是讲开啊。张汉生，你真正就小心眼的呢。你安尼超工无爱找我搞冷战，害我哦一直乌白收。我就是你这些人都不爱吵我。啥物？我小心眼啊！啊，明明就是你做阿那超过。我只是想要让阮妈、阿哥、恁爸爸一个警告尔。啊，并无希望你用安尼激烈的方式去对待阮妈。我知影，你自头到尾就是要保护恁妈。啊，不过你想看卖，是恁妈哦害我家庭破碎。我当然嘛足不满、足受伤的啊。老实讲啊，我讨厌伊，我恨不得啊，他现在马上从世界上消失。我会当体会你的感受啦，啊，不过你无听人咧讲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句话哦、喔。你安尼讲，敢拢甲过错拢撒我妈妈，安尼无公平啦。啊，敢讲恁爸爸就无唔对？我嘛真怨恨爸，伊变啊。伊变甲规嘴拢是白贼话的人，伊欺骗辜负我妈遐尼亲，已经毋是我所熟悉迄个爸爸。既然阮爸安尼执迷不悟，毋肯回头，那呢我想我嘛毋免等落去啊。我决定哦，要甲一切拢甲阮妈讲。啊！你确定你要安尼做？啊！你唔惊恁爸妈离婚？啊！你又跟我同款有一个无完整的家庭？我是感觉哦，你先莫那样冲动啦。你给恁爸一个机会啊！我已经给恁爸真侪机会啊，啊！不过伊的心已经跑偏啦。我一直在想，还是我自己无发现，伊搁要欺骗我跟阮妈偌久？你莫那样悲观嘛！啊！顶届咱恶作剧。唔是就让因产生误会，让因冤家啊！啊，我嘛有偷偷观察阮妈妈，伊这几天拢无甲恁爸爸联络啊，啊，无你卡愿意求分手啊？我想哦，伊无遐尼简单就煞。顶届伊个冤家是因为阮爸伫咧食大英叔叔的醋，啊，不过一旦发现大英叔叔甲恁妈无安怎，代志解释清楚啊，
因两个哦，就继续头个暗去。你是讲了真有道理啦，我怎么心情有够乱的，唔知还阁有啥物办法会当挽救。所以哦，我甲阮爸还阁有阮妈离婚，我嘛无希望阁看阮妈被蒙在鼓里。迄逐工心甘情愿，但迄个无要转来的爸爸，我倒落去头阁唔知，看起来真正就唔甘的呢。卡叔讲，阮爸已经无爱阮妈，那安尼我就爱带阮妈离开。就算讲，逐工阮过了食饭餐样的生活，我嘛爱保护伊，还要坚持维护伊的尊严。是不是我头一遍参选，非常着遮尔啊好着？唔，那是原本着条脚真在，当然过去哦，无支持我的民众，即摆拢坐过来听我，我真个感觉足感动的。那是因为吼，冠廷哥你即阵啊用心播种，努力耕耘，你对选民的关怀啊，大家一定拢有感受着啊。看起来等到大选迄一天，咱就等咧欢喜收割就好啊。我有信心。那一定胜券在握的。嗯，是讲这上大的功劳，就是爱给你，还有秋雨啊。我要出去办一挂代志，郭主任要刚刚讲办活动的事。秋雨，你也要去找郭主任啊？拄好，我嘛一挂代志要找参详。不然做回来好。冠廷哥，咱走行程走几工啊？你不爱伫个服务处休困一下哦？不啦，是安尼，我无甲迄个郭主任讲过吼，这边的活动我亲身甲拜访，我乃是讲跟他秋雨去，恐惊是较无礼貌啦吼。免啦，我拄则有敲电话甲郭主任讲过啊，伊知影你最近就无闲的，啊四界走总，所以。伊会谅解。你若有啥物代志，我替你甲伊讲就好。对啦，冠廷哥，你毋是后礼拜有约郭主任啊，佮议员要做伙食饭，安尼就无差一届啊？毋是啦，我佮有其他个代志要甲伊私底下讲个啦。你另外佮找时间甲伊讲，我无想要甲你做伙出门。无恁即马是安怎？在冤家哦、喔！黄秋怡，你莫袂记得你伫服务处的身份哦。我唔管你甲冠廷哥的交情偌好，你拢袂用个甲你私人恩怨的证书走来办公室。你卡袂着，就无欢喜，结一颗面伤。你安尼是会影响到同事的心情呢。你较有职业道德好无？啊，你若要出去哦、喔，就紧去啦，莫伫个遮晒性地啊！等下，你顺续把快无送完的礼盒摕去送送的，送完就会用直接下班，免回来啊。安尼你就袂阁看到冠廷哥啊。啊，小丽，我有代志，我先出来去。情侣吵架嘛，想要甲冠廷哥真正去摸着黄秋怡这条老鼠屎，这代志真严重呢。若无好好处理，死狗瘪空，这几个月打拼，唔着拢白了工啊！喂，你怎么有洗碗机嘞？是你给我弄丢的嘞？你
只是想要关心你，你有好无？唔免你关心，我唔是你的啥。我知影我无资格管你，但我总是袂放心你。我话要甲你讲，你对我来。我你无啥物好讲。你对我来啊！放手。哎。哦，拜托诶。较大声咧啦！我伫咧外口，迄车安尼呼呼着，哪听有啦？嘿！哎呦，你安尼神神秘秘是咧创啥？好好好好好，莫讲莫讲，我转来去好不？吼，我转来服务处，咱再来讲吼，莫紧张莫紧张，好好好好。那是咧紧张啥货啦？唉，无先转来好啊，带条小路来转。高冠廷先生，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还是你要恭喜我？讲哦，你搁话的哦。你别用这款口气跟我讲话好无？就算讲我袂当给你一个稳定的感情甲未来，啊，不过嘛总是有感情，我也是关心你。不管以后你要跟谁做伙，我希望你拢爱好好珍惜你家己。莫卡袂着，就想袂开。想看袂啊？假使讲你也是安尼做戆代志，其实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汉生。汉生看到你安尼，伊会外伤心的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像较早安尼爱恋爱到要死要活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干单为着汉生活。你若想要转去新荣那边，你就做你去啊。为了我本来就啥物拢无啦。你若要跟我回实嘞，我袂怨恨你。我干那希望你莫亲像拄只安尼甲我掠的。敢知影？我是需要真打拼，才会当控制我家己，叫家己莫阁去找你。既然我即摆已经决定离开啊，我拜托你。莫阁害我家不开脚。秋雨，假使讲你也是真正决定要安尼做。我诚心，我诚心祝福你，你我幸福美满。我唔是叫你莫阁甲我掠，你是安怎阁要安尼啊？你敢知影？只要你对我较温柔的。也是关心我，我的心情就会乱糟糟呢。我根本就无想要离开你啊！安尼我会更加爱你的。无你跟我讲，我到底是要安怎？啊，你讲啊！秋雨。你应该了解，讲我对伊无可能是无感情。是的，是我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不应该误会大林甲你。对你，我应该是爱有信心的。经过这边的代志，我感觉大林、佳佳、狗汉生，或者就知影咱啥物，咱应该爱注意。
无半只好心梦啊！唉，这阵啊吼，敢那走选举，烦恼选情，应该是伤忝啊！爱休困者，哦，等下去，等下去。 你有注意到我妈妈，阿老婆就害了。